为什么它里面写一大堆美元呢、啊？这其实有美国版是不是？啊，有点哭哦。不过我是觉得它蛮像我们的《星月传说》啦。哎，不过《星月》好像不在了呢，不知道怎么讲。我先给你们那个好了。我们神中卡讲了吗？哎，游戏是不是有改界面？现在界面变好大哦！啊！我想讲，我昨讲八阶，哥哥够七阶，卖收超过哈！你讲这只好啊，这只够帅啦！来找魂啊，不找玉啊，找血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为什么这游戏这么迷人哦？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它有这些东西。对呀、啊，灵兔哎，鹅鼠是什么鬼？翅膀升级吗？手术怎么变了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我玩错游戏了吗？什么手术又改啊？超值手术？哎、欸，可是刚才那个很像不一样哎、欸。